那你抱着我睡觉得劲吧。哎，老公啊，我听说你们男人觉得关了灯抱着谁睡觉都一样，是这么回事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抱着喜欢的人睡和不喜欢的人睡，那感觉完全不一样。什么感觉？一个得劲，一个不得劲呗。哎，那你抱着我睡觉得劲吧？得劲啊，那肯定得劲啊。那你不得劲的时候抱着谁呢？不是谁也不是啊。谁也不是，你是怎么知道一个得劲一个不得劲呢？谁也没让我不得劲啊。什么？你最得劲。不是老婆，你都把我整蒙圈了。不是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哎，老婆，我今天晚上不出去喝酒了，你能回床上睡吗？不行。你别呀，人现在都流行回答问题，你也出一个呗。我要是答对了，就回床上睡，行吗？行，我正好有一个，我买了5个馒头。你别5个5个的呀，有本事出10个来，我都能答对。我买了10个馒头放冰箱里了，第一天呢，拿出来5个，吃了1个，又放回去4个。昨天呢，我拿出来3个，你去喝酒去了，1个没吃，我生气都放回去了。今天我又拿出来5个，你吃了3个，我没吃，又放回去1个。不是，等等，你拿出来5个，吃了3个，又放回去1个，还剩1个算吗？算。那你说清楚呀，虚晃一枪的，还剩6个。我还没问，不准抢答。哦，那你说。问，我开了几次冰箱门？这几次啊？答不出来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不是。